朋友圈啊，分享一下朋友圈啊！欢迎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虎直播间啊！哒啦哒，哒哩哒哩哒哩。欢迎老铁啊！欢迎老铁走进二奎直播间。要有喜欢二奎的啊，点点关注，咱们点点关注，不没录啊，都不带你上高速啊！欢迎欢迎啊！欢迎王二狗啊！欢迎王二狗来到二奎直播间啊！有喜欢二奎的，再来一个什么大葱炒肉啊？葱炒肉。呵呵，欢迎每位好朋友啊！欢迎每位好朋友来到二奎直播间。有喜欢二奎的啊，你点点关注啊，点关注不迷路啊，主播带你上高速。嘿嘿，啦啦啦啦啦啦哒哩哒啦哒哒哒哩哒啦！欢迎灵儿被爆出来，谢。爱吃鱼鱼啊，欢迎啊！爱吃鱼鱼来到二奎直播间的啊。前方啊，疾风狗跳啊，原来是聆听大哥驾到啊！欢迎欢迎啊，欢迎啊！啊，二回刚开播，刚开播啊！欢迎悬空啊，欢迎悬空啊，欢迎那个 OVG 啊，这个东北的大葱啊，刚哎呀，刚薅下来的啊，大葱啊，刚从地里薅出来的大葱啊，看到没？大葱啊，刚薅出来的啊，有喜欢啊，有喜欢二回的啊，咱们点点关注啊。点点关注不迷路啊，主播带你上高速。哎，咱们给他给那个，哎，给他薄了啊，给他薄了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啊，用水洗一下啊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大葱啊，东北的大葱啊。欢迎喷头配花酒啊，欢迎那个，感谢感谢啊，感谢支持，感谢支持啊，欢迎可天周孩。感谢我聆听大哥送来的比心啊，感谢支持啊，感谢支持啊。前方啊，鸡飞狗跳啊，原来是聆听大哥驾到啊，是不是？欢迎138408啊，欢迎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奎直播间呢。哒哩个哒哩个哒，啦哒哒哩哒哩哒啦，哎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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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咱们那个，哎，把这葱啊薄了啊，把这葱薄了啊，咱们把它切成段啊，咱们把它切成段啊啊！欢迎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奎直播间啊，是不是？欢迎那个浩宇啊，欢迎浩宇啊，呜呜呜！欢迎那个赵平啊，电话啊，哒哒滴啦哒啦哒啦，好鱼啊，昨天的刀鱼啊，对，昨天的刀鱼啊，昨天的刀鱼没吃了啊，太咸了是不是？太咸了是不是？哎，咱们啊，咱看着没？咱们把这个，哎。滴答了，滴答滴答滴答答，欢迎那个老铁，欢迎老铁，欢迎琐事啊，欢迎琐事啊，喜欢二奎的啊，点点关注啊，咱们点点关注啊，点关注不迷路啊，主播带你上高速啊，支持二奎没毛病啊，支持二奎没毛病啊。大葱啊，大葱啊，大葱炒肉啊，大葱炒肉啊，哎，咱们把这个桌子上那个土啊擦一擦啊。刚那个地里拔下来的大葱啊，是不是新鲜的大葱啊？咱们新鲜的大葱啊，
哎，咱们就开始啊，开始制作呗，开始制作啊，哎，欢迎那个老铁，欢迎老铁啊，这是两块肉啊，两块肉啊，这是两块肉啊，欢迎那个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回直播间，那个欢迎那个蚂蚁小球啊，欢迎每一位啊，欢迎为了美好的未来呀，啊，欢迎那个欢迎那个欢迎那个接志啊。欢迎大牛，欢迎两家的大牛啊！为了美好的未来，欢迎百度网友那个滴滴滴滴二啊！欢迎风吹的凉蛋蛋啊！哎，欢迎福哥啊！哎，感谢老铁啊送来的小花花啊！感谢老铁啊！那个二奎这嘎达啊，二奎对。哎，咱把这个葱啊。啊，用那个清水洗一下啊，用那清水洗一下啊。欢迎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回直播间啊。那个大牛啊，老火说要啊割你鸡嘴巴，抽你几嘴巴呀？啊，那个把你。哥的冒金星啊，我米爱啊，欢迎老铁，哎呀妈！来河里啦。我离开火里了，那个鸡，欢迎那个为了美好的未来，笑啥呢？笑啥呢啊？老铁是东北的吗？老铁是东北的吗？哎，咱们把这个啊，把这个大葱来好好洗一洗啊。哎，大葱啊，洗完了啊，大葱洗完了啊，欢迎那个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奎直播间。有洗，哎妈，哎妈，哎妈，啥情况啊？啊，这是啥情况？哎，咱们这个把这个啊，把这个拿下来啊，然后啊，咱们用那个清水呀，把这大葱啊。哎，洗完事之后啊，咱们那个用那个，哎，神奇的啊，神奇的小菜板啊，神奇的小菜板，哎，咱把那个小菜板拿来啊，啦哒哩哒哩哒啦哒哩，啦啦啦啦滴哒哩哒哩。哎，咱把这个哎菜板啊，浩宇啊，主播好漂亮啊！你别做了，二哥呀，我请你呀，请我吃啥呀？啊，浩宇啊，请我吃啥呀？啊，欢迎那个浩宇啊，能来到二奎直播间，有喜欢二奎的啊，你点关注啊，咱们点关注啊。那个浩宇啊，那个感谢浩宇送来的鲜花啊，是不是？咱把这个葱啊切成段啊，切成段啊，是不是？把这个粗的这块啊，必须烧烤啊！哎呦我的天呐，烧烤啊！二哥这回啊不喜欢吃烧烤了啊，是不是？那个咱那个把这个啊，看着没？把这个葱啊。妈，这玩意儿挡着呢哈，这玩意儿挡着，放到一边啊，放到一边。那个风吹蛋蛋啊，灰尘凉蛋蛋，风吹凉蛋蛋啊，那个啥呀，大牛啊，大牛，奎啊，你的手洗了吧？哎呀妈，我这洗葱呢，手没洗啊，那我咋洗的？欢迎文啊，那个你自己种的，对，自己种的啊。自己种的啊，自己种的啊，把这个葱啊，咱们给它那个
从白的地方啊，出的地方，咱们给它来一点啊，很顺着切啊，顺着切啊，哎，看着没？顺着切啊，咱们给它切开，咱们给它切开啊，是不是？哎，顺着切，咱们给它切开啊，哎，长的就咱们都给它切开啊，就是粗的啊。好了好了啊，哎，欢迎那个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奎直播间的，有喜欢二奎的啊，点点关注。咱们是不是得求一个？哎，求一个那什么去？啊，有小黑粉二哥怎么办呢？啊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给我揍他啊！给我揍他啊！欢迎那个毛花老头啊！欢迎那个走进二奎的直播间的，有喜欢二奎的啊！欢迎那个宁波的汤圆啊！别打我爷呀！那个二奎去求一个小盘子吧哈！咱们二奎去求个小盘子，是不是？把这个啊，把这个先切了啊，把这个先切了啊，切多大呢？哎，切成段啊，切成段，咱把这葱切成段啊，哎，咱把这个葱啊切成段，老铁啊，大葱嘛，大葱炒肉啊，大葱炒肉啊，是不是？大葱炒肉啊。欢迎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奎直播间。有喜欢二奎的啊，你点点关注啊！哎呀妈，这不行了，这有点老了，这有点老了，是不是？哎，看到没？妈，大葱啊，不行啊，切大葱啊，辣眼睛啊！啊，切大葱辣眼睛啊！那个二哥呀，你是不是喜欢牛嫂啊？牛嫂是谁呀？啊，牛嫂一。牛嫂是谁呀？牛嫂在我这嘎达能行事不？啊？哎呀，牛嫂是谁呀？哎，看着没？咱把这个大葱先切了啊！咱把这大葱先切了啊！然后我们去求个盆啊，我只在乎你呀，是不是？欢迎那老铁，欢迎老铁啊！哎，咱们取个小盆儿啊，把这个葱啊倒在里面啊，哎，把这葱啊倒在里面，哎，这个见生不见熟啊，这个葱是吧？炒完事儿它就蔫巴了啊，炒完事儿它就蔫了。牛嫂可不错啊，牛嫂可不错，不错，不属于二奎啊，这得属于小柱的啊，属于那个柱的啊，是不是？那个牛嫂属于柱的，不属于。美国人的啊，是不是？欢迎那个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啊，欢迎冰仔呀，欢迎冰仔呀，那个日夜思念啊，欢迎那个冰仔，那个来到二奎直播间啊，欢迎过乐啊，欢迎过乐，哎呀，那个浩宇啊，四十的人了，还跟20多岁的小娘们一样，谁呀？可是啊，欢迎大米啊，我只在乎你呀、啊！啊，欢迎那个啊五弟啊，欢迎五弟的中意你啊，欢迎老铁，欢迎老铁啊！啊，别打我野呀！那个是不是欢迎那个每位好朋友来到二奎直播间？有喜欢二奎的啊，你点点关注啊，咱们点点关注啊！哎，咱们那个把这个啊，哎，这个就不要了。把这个葱啊，把这葱切好，
切好之后啊，我们再来点切点肉啊，切点肉啊，切点肉啊。老铁，看不见切肉了，是不是？来，欢迎啊，欢迎那个每位好朋友啊，欢迎那个每位好朋友啊。咱们把这个肉啊切成片啊。哎，把这肉啊切成片啊，老铁啊。哎，咱把这肉啊切成片啊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这肉咋还带肉皮呢？这肉咋还带肉皮呢？咱把这肉皮卸下啊，咱把这肉皮给它卸下啊。来，欢迎那个宁波的汤圆啊，欢迎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奎直播间，有喜欢二奎的你点点关注啊，咱们点点关注啊。咱把这肉皮卸来之后啊，咱们再切了啊，咱们再切了啊。欢迎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奎直播间，有喜欢二奎的啊，你点点关注啊，咱们点点关注啊。点点关注不迷路啊，主播带你上高速啊，感谢支持，感谢支持啊。那个欢迎那个171819啊，欢迎老铁来到二奎直播间，有喜欢二奎这的啊，你点点关注啊，咱们点点关注不迷路啊，主播带你上高速啊。欢迎那个1512644啊，664啊，欢迎那个怀念函呐。哎，欢迎那个通过百度啊，欢迎通过百度啊，那个二奎带你进小树林啊，点点关注不迷路，二奎带你进小树林啊，哈哈哈哈，欢迎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奎直播间，有喜欢二奎的啊，你点点关注啊，咱们点点关注不迷路啊，主播带你上高速啊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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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
然后啊，我们呢把这个肉啊装在这个大碗里啊，咱们把这个肉啊装在大碗里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咱们把这个肉啊装在大碗里啊。欢迎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奎直播间。有喜欢二奎的啊，你点点关注啊，咱们点点关注啊。把这肉啊装进大碗里啊，装进大碗里。那个，来点料酒啊，这里先搞点料酒啊。老铁啊，先那个放点料酒啊。哎，料酒啊，咱们放点料酒。咱们放点料酒啊，是不是？把它抓拌均匀啊，咱们把它抓拌均匀啊，让它入味啊。然后我们整点食材香啊，整点食材香啊。哎，整点食材香啊。咱们给它抓拌均匀呢，咱们把它抓拌均匀，老铁啊，咱们把它抓拌均匀啊，哎。哎，看着没，老铁啊？哎，咱们把它抓拌均匀之后啊，那个二哥比我大1岁啊，你30岁啊，比你大20岁吧？你20，你要是20的话啊，大他妈23岁，你那个小混蛋啊，你那个小混蛋了啊！我和你家你老子啊岁数差不多少，你是在大山里吗？啊，我不是在大山里啊，我是在那个农村啊，我是在农村呐、啊，农村那个平原地带。二奎是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的一个小农民啊，是 YY 世界里的一名啊户外美食主播啊，天天给大家带来呀啊，是不是？做一个小混蛋呐，哎，你就是一个小混蛋啊，是不是？浩宇啊，是不是？浩宇啊，最近那个昨天那天晚上我等你啊一宿啊，我是1:30不2点回来的，就那天呢啊。浩宇啊，你这小子，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呀，来管你告我一声啊，是不是？9点多钟我就给你打电话了，是不是？你也没接，你是不是睡过去了啊？欢迎多金啊，欢迎那个百度网友啊，风吹蛋蛋啊，欢迎点蛋蛋啊，那个货啊，什么货呀？啊，什么货？货这玩意儿呢？啊，哎，然后我们打理一个鸡蛋行不行啊，老铁？这个是我那啥，锁住他这个韧性啊，锁住他的韧性，是不是？应该搞点鸡蛋，咱们搞点鸡蛋行不行啊，老铁？啊，给你给我打电话了，对呀。给你打电话了，给你个微信了，也给你打电话了，难道你没看着吗？就是你起来的时候你没看手机吗？啊，给你打好800遍电话了，是不是？我给你研究研究点那个咱们那个大事儿啊，你也没接呀，然后错过了啊，是不是？走进二奎的直播间啊，有喜欢二奎的啊，你就是点点关注啊。咱们点点关注不迷路啊，主播带你上高速啊。二奎的衣服今年穿的是最最那啥的啊，哎呀妈呀，哎呀，要怀孕了。二奎的肚子太大了啊，吹吹啥呢啊，吹吹啥呢啊，那个金黄色的麦穗啊，天天早上直播，对对对，天天早上，老铁们呢，天天早上二奎啊是4点之后啊，4点半左右啊，咱们开播、啊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。二奎是东北的辽宁沈阳辽中啊，户外美食主播呀，欢迎大
漂亮啊，欢迎大漂亮走进二奎直播间呐！啊，今天二奎呀、啊、是自然醒的啊啊，感谢感谢啊，感谢那个这个欢迎石化的小男孩啊，感谢感谢啊，感谢老铁送来的礼物啊，是不是？可爱可爱啊，可爱大甜心啊，欢迎你啊！啊，走进二奎啊，走进二奎直播间呢，有喜欢二奎。啊，感谢我聆听哥哥啊，感谢我聆听哥哥啊，啊，可爱大贴心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哒啦哒啦哒哩，哒啦哒哒哩，哒啦啦啦哩，哎哎，咱们把这个大水啊，大水桶还大漂亮啊？什么大水桶大漂亮啊？那个二哥呀，有人跟你欠活呢，二哥，咋的呢？感谢金色的麦序啊送来的公会票啊，感谢支持啊，那啥呀，那个欢迎牛山叔啊，那个金色啊，咱们必须啊，有那个上票的必须啊给上上管理啊，必须给上上管理啊，感谢啊，感谢金色的麦序啊，是吧，感谢金色的麦序啊，是不是啊，欢迎你啊啊，能来到二奎直播间啊，是不是，哎，感谢感谢啊，感谢啊，感谢金色的麦序啊，成为了频道的管理啊，欢迎那个金色啊，欢迎金色的麦序啊，那个啥呀，欢迎那个咱家的每位好朋友啊，欢迎咱家这个啊每位的好朋友啊，来到二奎直播间，有喜欢二奎的你点点关注啊，咱们点关注啊，欢迎千金大小姐呀，又做饭了啊，天天开始做饭啊，看见把这个肉啊切了啊，把这肉切了啊，感谢啊，感谢感谢感谢啊。感谢那个啊，千金大小姐送来的啊，鲜水果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感谢啊，感谢家人们啊啊，家人们走进二奎的直播间呢，咱们那个用那个一毛钱呢站站榜啊，是不是？用一毛钱站站榜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欢迎那个走进二奎直播间啊，欢迎走进二奎直播间啊，狠呐狠呐，欢迎牛山叔啊，欢迎牛山叔的鲜花啊，咱们用一毛钱站站榜啊，欢迎我牛山爹啊，牛山爹呀、啊，牛山爹、啊，二奎吃肉了，吃肉了啊。咱把这个里面搞点那个十三香啊，然后再放点什么来的，放点那个十三香啊，刚才放点料酒啊，是不是，哎，咱们那个喂一下，咱们给他喂一下啊，是不是，欢迎那个每位好朋友啊，欢迎那个每位好朋友，那个富婆在哪里呀、啊、富婆在哪里啊，欢迎那个浪漫情怀我哥哥啊，哥哥欢迎啊，欢迎牌面啊，欢迎牌面啊，那个欢迎那个爱的浪漫啊，不是爱的童话啊，浪漫情怀啊、哦，我大哥啊，欢迎欢迎欢迎我大哥来的鲜花啊，表示的鲜花啊，那个欢迎那个飞舞啊，飞扬啊，欢迎奶头，感谢感谢啊，感谢感谢啊，感谢那个啊棒棒糖啊，爱的童话浪漫情怀我哥哥啊，是不是牌面啊，感谢棒棒糖啊，那个二回啊还得需要给这里打个鸡蛋啊，打个鸡蛋啊，是不是，那个欢迎武松关注的主播啊，我去取一个鸡蛋啊，我去取一个鸡蛋，老铁啊，老铁来个小鸡炖蘑菇啊，小鸡炖蘑菇啊，那天不做了，我就不乐吃小鸡炖蘑菇啊，是不是，没啥意思，我就喜欢吃家常菜，哎，欢迎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奎直播间，咱们给他查查啊，I love you, I love you, I love you, I love you。 那个二奎呀、啊、今天穿武大郎的衣服了啊，是不是，昨天穿了啊，昨天取回来的啊，昨天那个早上没播，
昨天早上没播呀，中午播的啊，中午播的啊。哎，中午播的啊，昨天的套娃赛了，昨天真的啊，套娃赛了。来来来来，哎，咱们把这个水倒了啊。那个，等哪天做一个，明天炖一个什么呀？就那个大白菜炖那什么呀？炖冬冬瓜呀？中午也播呀？中午那个昨天早上不没播上吗？完我中午播的嘛。欢迎清风啊，是不是？中午也播，中午几乎不播啊，就是早上没播上啊，早上没有工了啊，是不是？哎，二奎呀，那个二奎车呀，确实是黑色的啊，是不是？二奎的车呀，确实是黑色的。那个欢迎那个胡长霞啊，欢迎胡长霞啊，那个欢迎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奎直播间，有喜欢二奎的点点关注。咱们把这个鸡蛋打里头啊，哎，搞里头，嘿，搞里头啊，用传奇的小手指啊，给它抓拌均匀啊，传奇的小手指啊，咱们把它抓拌均匀啊，给它喂上啊，这样啊，这肉啊它鲜的啊，这样的喂肉啊它鲜的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咱们得给它抓拌均匀啊，是不是？啦啦啦哩嘞嘞嘞嘞嘞！哎，咱们把它抓拌均匀啊！欢迎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奎直播间。有喜欢二奎的啊，咱们点关注啊！哎，让它喂上，咱们给它喂着啊！二奎正在那个完成一件呢啊，很重要的事情啊，是不是？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，是不是？这个菜呀，看着还能做成吗？以前呢，就是啥也不搞，把肉切完事儿啊，把起锅烧油，油烧热之后啊，把这个肉啊下里头啊。今天呢，二回把这里啊搞上那个十三香，搞上料酒，还搞上那个一个鸡蛋啊，是不是？青蛙菜啊，青蛙菜啊，哎，真的青蛙菜呀。老铁们呢，这里用不用搞点那个玉米淀粉呢？啊，做好我做不好啊？啊，咋的了？炸人儿，炸虾仁儿是用面粉还是淀粉呢？炸虾仁儿啊，用面粉的淀粉，淀粉啊，不用面粉，不用面粉啊，面粉都挂不上库啊，必须的是淀粉啊，土豆淀粉和玉米淀粉都可以啊，是不是？哎呦妈，葵子吃啥呢？吃好吃的啊。欢迎那个千金大小姐，欢迎老铁，感谢支持啊，感谢送来的啊鲜水果啊，鲜水果啊，是不是特别的水果啊，是不是特别的水果啊，送给特别的你呀、啊？哎呀妈，哎，鸡蛋都出水了，鸡蛋出水了，哎，然后啊，我们那个养点玉米淀粉吧，是不是养点玉米淀粉啊，是不是？咱们给它喂一下，咱们给它喂一下啊。经常抓一抓呀、啊，让它入味儿啊，让它入味儿啊，是不？有那个肉啊，它也腥啊。就说这个肉它也腥啊。叫你买猪八戒衣服买没有啊？那个买倒是买，我得等下个月的啊。这个月是不能买的，得等下个月的啊，是不是？得等下个月的，因为二奎呀、啊、有个小小的心愿啊。小点的心愿，这个心愿达不成啊，是不是？二奎那个，别说猪八戒了，沙师弟都没有了，是不是？那个猴哥呀，猴哥，就在前面了，蹦着了，是不是？还下月什么情况啊？啊，你不明白，你不明白啊？这个那啥呀？啊，等到那个那啥啊？等到那个下月那个1号啊，是不是？我就揭晓秘密啊，是不是？因为那个这个月100%是买不了了啊，二奎也没有牌面买，是不是？下个月换服装，是不是换服装啊？咱们那个什么啊？咱们再说，是不是？咱们那个那个下个月如果说那个我的小小的心愿呢完成了啊，是不是？我必须得买，我必须得买，我还不仅买那个
啊，服装啊，我啥都买啊，我媳妇儿我都买一个，买个媳妇儿啊，下个月都好使了，下个月都好使了。那个换那个血色啊，血色队员啊，换那个每位好朋友啊，走进二奎直播间的啊，欢迎灵儿被抱着麦序啊，是不是？换那个九色天的啊。这个肉啊，这个肉啊，炒大葱啊，这肉炒大葱啊，太哇塞了吧，太哇塞了啊！那个还下个月呢，下个月什么情况啊？你啊，不会当你们说的，只等1号才能公布啊，二奎小小的心愿啊，是不是？有一个新的决定啊，是不是？新的决定啊！那个老铁呀，我这个这里搞一个鸡蛋，这肉里搞一个鸡蛋，你说说，老铁有明白的没？应该放玉米淀粉不？啊，应该放点淀粉吧，把这个这里应该有汤啊，咱们炒的时候啊，用不用啊？用不用？就是把这个油锅炒出来啊，搞淀粉好使不？搞淀粉好使不？老铁，妈，这肉太多了哈，这肉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咱们给先把它喂一下，咱们先把喂它喂一下啊，然后啊，然后先搞着一边，先放在一边啊。然后我们那个，哎，看着没，取来一个不正经的啊，这哎妈，这咋还坏了呢？取来一个不正经的啊，这是这个海蘑菇啊，是不是叫海蘑菇啊？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是，这个东西是叫海蘑菇啊，老铁啊，咱们把它去掉根儿啊，哎，看着没，咱们把它去掉根儿啊，哎，这个根儿啊，老铁啊。我这个根儿拿，我这根儿，哎，看着没，老铁啊，哎，看着没啊？老铁，我这个根儿留着啊，我这个根儿留着放在冰箱里，它还能长不了，还能长不了，老铁，能长不了？啊，老铁，这个根儿还能长不了？咱们留着吧，是不是？咱们留着啊，留着。欢迎啊，欢迎那个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奎直播间。有喜欢二奎的，你点点关注啊，咱们点点关注啊。点关注啊，点关注不迷路啊，主播带你上高速啊。我们走在，哎，咱们把这个盆涮一涮，咱把这盆涮一涮啊，咱们呢添点水啊。哎，咱把这个盆啊涮一涮啊，咱们把这个啊。感谢二回天天吃大餐呢，吃啥大餐呢？吃大餐呢？这一天天的啊，看着没？把这个小蘑菇放里啊，把它打散，洗干净了啊，洗干净了啊。今天呢，炸这个海蘑菇啊，是不是啊？看看二回能炸成功吗？啊，二回就瞎扯淡，是不是？二回真是瞎扯淡啊！看看二回能把这个炸明白不啊？二回看能把这个蘑菇炸明白不啊？啊，欢迎老铁，欢迎老铁啊！然后啊，就是把它洗一洗啊，把它洗一洗啊，把它洗一洗呀、是不是？欢迎古筝啊，欢迎古筝啊，欢迎那个走进二回，欢迎清风啊，欢迎家人们来到二回直播间啊，哎，咱们把这个啊。啦哩啦哩咱们把这大碗刷一刷，咱们把这大碗刷一刷。完事啊，控干那个，把这蘑菇啊控干水分啊，咱们装到这个碗里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欢迎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奎直播间。有喜欢二奎的，点点关注啊，咱们点点关注。哎，手机左上方啊，关注啊，关注点走起啊，关注的走起啊。有喜欢二奎的，你点点关注啊。哎，有喜欢二回的，你点点关注啊！欢迎拼搏啊，欢迎那个啊大牛啊，抽死你啊，一击巴抽死你！妈呀，你那玩意儿成好使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大牛。
咋的了，孩儿哥干啥呢？二哥，你孩儿哥干啥呀？哎，咱们今天那个炒个大葱是不是？炒个大葱是不是？哎，欢迎那个每位好朋友来到二奎直播间。有喜欢二奎的啊，我感谢千金大小姐，咱家的老铁大哥啊，美女大哥是不是啊？千金大小姐是美女大哥，感谢啊，鼓掌，感谢鼓掌啊！哎，别做了，为啥别做了啊？你咋一天呢？你气我，还不做了？那个二奎还只要做菜出点米呢，是不是？哎，咱们那个再清洗一下啊。哎，把这个大碗呢，咱们清洗干净啊，咱们把这大碗清洗干净啊，然后啊。哎，然后那个沥干水分啊，沥干水分啊，看着没？咱们把它沥干水分啊，把这蘑菇啊拿出来啊，沥干水分啊，妈挺多呀啊，该说不说挺多是不是？咱把这个蘑菇沥干水分，谁气你了哥呀？那个就浩宇哥呗，浩宇哥气二奎哥呗，浩宇哥气二奎哥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来吧啊，那个。欢迎那个每位好朋友啊，咱们欢迎每位好朋友啊，哎，炸个蘑菇，海鲜蘑菇这叫海鲜蘑菇，老铁啊，是不是？这叫海鲜蘑菇呗？欢迎那个气定神仙啊，气定神仙呢，谁仙呢？欢迎笑笑啊，哎，咱们把这个拿走啊，放在一边呐，大路滔天，各走一边啊。哎，咱们那个，然后咱们那个啊，看一看呢啊，把这个蘑菇啊，沥干水分呢，咱们加入玉米淀粉啊，咱们加入玉米淀粉啊，是不是？咱们先炸蘑菇也行，是吧？咱们先炸蘑菇也行啊，这个玉米淀粉啊，哎，咱们扬上点呢玉粉啊，玉米淀粉啊，看着没？非常好做啊，哎，咱们扬上点玉米淀粉啊。哎，咱们压上点那个玉米淀粉啊！欢迎老铁啊！哎，咱们把它那个抓拌啊，抓拌一下啊，咱们把它抓拌一下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咱们那个把它抓拌一下啊，哎，再来点啊！哎，咱们再来点啊！欢迎老铁走进二奎直播间啊！有喜欢二奎的啊，点点关注啊！哎，看着没？再来点啊！哎，咱们给它裹一层啊，厚厚的啊，咱们给它裹一层啊，厚厚的淀粉啊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就基本上就成型了啊，基本上就成型了啊！欢迎老铁走进二奎直播间，有喜欢二奎的，你再点点关注啊，咱们点点关注啊！看着没？哎，这样事儿的啊，老铁们，去炸呗，对，去炸啊，咱们呢起锅烧油啊，是不是？今天做一个炸蘑菇，海蘑菇炸一下啊，是不是？什么也没搞啊，什么也都没搞。完事炸完之后啊，养点这个小葱花啊，养点小葱花。然后啊，咱们先切点小葱花，是不是？咱们先切点小葱花。炸完之后啊，咱们放点那个烧烤料就可以了，放点辣椒面烧烤料啊，是不是？
喜欢的什么我搞点什么，是不是？喜欢什么口味的你搞什么，是不是？哎，啊，换那个浩宇啊，谁跑过去了？什么谁跑过去了？上哪跑啊？上哪跑啊？啊，那个老铁们啊，啊，紫牙小蘑菇啊，对，紫牙小蘑菇也行啊，是不是？紫牙那个小蘑菇也可以啊。我去那个求一根葱啊，我去求一根葱，切点那个小葱啊，求一根小葱啊，老铁啊。完了，二奎的小爪啊，是不是要吃着那个鸡的那个什么啊？肉炒肉啊，要吃着那个肉啊，要吃着这个肉啊，要吃着这个肉炒那个小二奎的小爪，要吃着肉炒那个大葱啊，那乐坏了啊！小爪啥都吃不着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咱们把它切成啊，切成那个小块啊。小那个，哎，小块啊，是不是？就切成小丁啊，把这葱啊，哎，哎，切的啊，把这个葱啊，头顶上这个是葫芦娃呀，就是葫芦啊，金色的麦穗啊，那个老铁啊，头上那个是那个什么啊，哎，这个看着没，自己看了看着没，哎，葫芦啊，装饰一下呗，老铁。哎，老铁啊，然后啊，哎，小葱花也切好了啊，那个咱们那个就起锅烧油了，咱们起锅烧油可以吗，老铁？咱们就起锅烧油啊，欢迎老铁啊，咱们起锅烧油了，咱们去起锅烧油去啊。咱们起锅烧油喽！欢迎那个每位好朋友啊，欢迎那个每位好朋友来到二奎直播间啊！哎，有喜欢二奎的啊，你就点点关注啊，咱们点点关注啊！哎，啦啦啦！哎呀，二奎的还得求点火吧，又求点火不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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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咱这个把这个锅啊，把这锅刷一下啊，把锅刷一下，老铁啊，咱们把锅刷一下啊，老铁啊，哎，喜欢二奎的点点关注啊。咱们把这个锅啊，东北的大锅啊，咱把锅刷一下啊。好了，稍等片刻，老铁啊，稍等片刻啊，二回呀、啊、去求那个什么去啊，求点柴火啊，二回去求点柴火啊，老铁啊，二回去求点柴火啊，哎，对，欢迎那个每位好朋友啊，欢迎那个每位好朋友啊，欢迎那个。啊，欢迎咱家的那个，欢迎那个塔好吉啊，欢迎那个喜欢那个二奎点关注啊，哎，喜欢二奎点关注啊，奎哈巴呀，欢迎毛花老头666啊，欢迎那个走进二奎的直播间的每位好朋友啊，能来到二奎直播间啊，有喜欢二奎的啊，咱们点关注啊，咱们点关注啊，
起锅烧油啊，二回取点柴火啊。二回呀，取点柴火啊，就用这袋子装的啊。用袋子装的，就是玉米秸秆，这是，哎呀，这是豆干啊，这是豆干啊，老铁啊，咱们来点豆干啊，出点豆干啊。欢迎那个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回直播间啊。哎，欢迎老铁啊！咱们开臭火啊，咱们开臭火了啊！欢迎那个宫畅月啊，欢迎宫畅月啊，欢迎喜欢二奎的啊，咱们俩点点关注啊。对，喜欢二奎的啊，你点点关注啊。哎，咱们起锅啊，起锅烧水啊，起锅烧水。对不对啊？欢迎那个，我特爱喜欢你呀、啊，浩宇啊，你喜欢二哥啥呀？啊，你喜欢二哥的才华呀？欢迎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奎直播间的。对，有喜欢二奎的，你点点关注啊！咱们喜欢二奎的，点点关注啊！这离得太近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咱们点点关注啊！起锅啊，起锅烧油啊，咱们起锅烧油啊！啊，奎哥呀，昨天没播呀，我昨天播的，中午播的。二奎啊，保持天天开播啊，是不是一个月呀、啊，一天都不落。就是早上啊有特殊的情况啊，二奎啊走了，完事必须在中午或者晚上播，是不是？要是说的没看着二奎啊，你就在网络里啊寻找啊，寻找二奎啊，100%千分之一分的能找着啊。哎，欢迎那个每位好朋友啊，欢迎每位好朋友啊，咱们那个啊喜欢那个二奎点点关注啊。咱们把锅烧干呐、啊，因为啊要倒油了啊，要倒油了啊，是不是？咱们把起锅呀、啊，哎，咱们那个这个必须把锅烧干，要么它崩啊，要么它崩啊，是不是？要么它崩啊，哎。欢迎那个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奎直播间啊！有喜欢二奎的，啊，咱们点点关注啊！还有几个鸭子啊，我要扔了啊！什么玩意儿呢？那个二奎来，哎呀妈，还来呀、啊，还来个精，还来个精不播了！感谢啊，感谢千金大小姐送来的行小群星啊！感谢咱家的家人啊！感谢家人对二奎的支持啊！感谢家人对二奎支持啊！那个手机啊，手机的右下角啊，咱们手机的右下角有一个热力啊，有个那个热力啊，哈哈，有一个召唤啊，什么？咱们能把二回的召唤过一下子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欢迎老铁，欢迎手机啊，手机的右下角啊，有一个小英雄结节啊，什么小英雄结节啊，开啊，
那个二葵啊，这个锅热了，二葵把这揉啊，二葵把油啊倒锅里啊，二葵把油倒锅里啊，欢迎老铁啊。哎，二回把这油倒锅里啊，咱们啊起锅啊，起锅烧油啊，咱把这个油啊先烧热乎了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再下锅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欢迎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回直播间，有喜欢二回的啊，咱们点关注啊，咱们点关注不迷路啊，主播带你上高速啊，感谢支持啊，支持啊，支持二回没毛病啊，支持二回没毛病啊，那个欢迎那个浩宇啊，手机啊，手机右下角。哎，咱们是不是来个什么呀？看一看有没有美女啊？看一看有没有美女啊？是不是？看一看咱们家呀，看没看有美女吧啊？欢迎啊！来啊！感谢千金大小姐啊送来的那个鲜果棒啊！感谢支持啊！哎，这个火着的也挺旺啊，该说不说的啊。欢迎啊，哎，欢迎对面的美女啊！啊，你是户外主播是吗？啊，对，我是二葵呀，哈哈，欢迎啊，感谢咱家的啊，感谢咱家的啥呀啊！欢迎困难户啊！感谢咱家那个千金大小姐啊送来的冰棒啊，是不是？感谢支持，感谢送来的水果呀、啊。那个二回是辽宁省沈阳市辽东区的一个小农民，在 YY 的世界里是一名户外美食主播啊。有喜欢户外美食的啊，把这个头像左上方的关注啊给点一点啊，是不是？点开那个主播啊，点开主播呀、啊。那个什么二回。你打扰一下，那我就那个什么，不打扰你跟他们聊天了，好吧？我就先撤了，好吧？嗯，啊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欢迎大牛啊！这什么情况？妈呀，挺有排面啊啊啊！是不是？你敢让我没排面呢？来，继续。啊，欢迎那个每位好朋友啊，咱烧热啊，咱把咱这个锅烧热啊啊，欢迎对面的啊美女啊，是不是？美女啊，今年芳龄啊？我都60了。哎，我说的嘛，我也没敢叫大姐呀，我也没敢叫啊，我看着像大姐呀，但是我没敢叫，万一叫错咋整啊？是不是？你这是厨艺做菜呢？我是农村的，我是辽宁省沈阳市辽东区的一个小农民啊，七七八八的在这里的是当起了一名主播啊，还有点不适应，那个是农村的户外美食主播啊，啊，真挺好，多好，好啥呀好啊，那个60多岁的人了，也明白是农村的到底是啥样的，是不是？啊。60多岁人了，就经历那个风花雪月的年代，是不是？对，是不是那个什么？就是说咱俩互相点关注啊。啊，可以啊。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那个对面大姐，那个身体还咋样？身体挺好。哎，挺好。身体好，他是真的好啊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别看说、啊、有钱没钱，钱都是狗屁，你知道不？啊，到那个院里头啊，到那个东头的小院里头啊，那钱呢？钱都不是钱了，哎，啪啪啪啪啪，就是往里扔。对啊，对不对？你要钱干啥呀？你要一个好身体，比啥都强，是不是？对，俺家我老爸都97了。谁？我爸97。咋保养的？97了。我妈93，不是你咋给老头老太保养呢？咋保养的呢？怎么那么长寿啊？健健康康。哎，对，
有钱没钱，咱们得开心快乐。第一对点对就对，是岁数大了啊，第一点想到的就是健是康啊，吗？没有健康啥都不是啊。你就有千，是吗？对。就是上亿，你有上亿那是天文数字啊，还是啥的？那个只是一个数字，你也对，你说的有太了对一了，天啊，你也带不走啊，一分都带不走，是不是？对，说的太对，对了，你就是咋的呢？人呢，到这个小时候啊，10岁20岁啊，是不是？他感悟不到这点，是不是？那个就是说超过40了啊，就感悟了，是不是？要钱有那啥肯用定。啊？自己一天呢挣多少？咱不说一天挣多少花多少呗，是不是？像这个对，对面的大姐啊，也有退休金，对不对？也不用愁了，对。对不对？一个月咱不说3000、3500的，就3000、2000够用就得呗。啊，是不是一天还玩个直播，多好，心情对高对兴，对，比啥强啊？要自己对，啊，就是你说的是对的。有了经济基础啊，你岁数大了花不啥钱，谁能岁数大了啊？就是能上街逛街买衣服买裤，天天去买呀，对不对？对，只是买点菜，是不是？平时买一件合身的衣服，对不对？出门穿有样就完事儿了，是不是？二奎也是，二奎这大40多岁。也是买一套衣服能出门得，在家不也穿这玩意儿了吗？是不是？哎，对，那就可这不样。嘛，哎，对，其实啊，想开了啊，想开了就是咋说呢？人呐，想开了，哎，是挺好的啊。哎，对，俺家我妈93，我爸97，身体都挺好的，那是最好的，最好的，那是最好的。就是说咋说这的不啊？昨天父亲节，我家这帮人都回来了，哎呀妈，90多岁回来呀，九十10多口多人。岁的，你家要是都回来的话，不得坐一桌子，不得坐2桌、3桌的。要都回来得坐3桌，他们有的都在外地，那不在是，对呀，对呀，就是那个儿女们，就是这一对老人，这个有多少个儿女呀？就是你这个兄弟姐妹呀？我家姊妹7个，哎妈，七个就14个，对不对？七个就对是呀。14个，14个再加7个，孩子呗，这最少一个吧，7个，对呀。暂且21，都20多人，最少21个，对不对？还有我大二三十个都有。我大姐家3个，我啊，大对哥了，家2个，啊，对呀，我那二个姐还有家。对象呢，对象，你像是孩子这大岁了，这个90多岁了，这咱孙子都行有孩子。对，哎，孙子家孩子都10多岁了。你看着没？你看着没？那干多少人了？都得三十多人呢，30人都是保底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咱不到40口现在。咱家那个我爷呀，我奶呀已经没有了，咱家我父亲也没有了，去年没有了。但是我爷我奶那个底下的有十个，七个那个男孩，3个女孩，姊妹10个。十个，是吧？那你这大家庭嘛，是不是？哎呀，那个辉煌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啊，是不是？想当年的那个都回来了，妈呀，坐好几桌子，那赶上坐席了，那对，我家就是。现在完蛋了，现在就是这个时光，是不是？要珍惜啊，就是大姐啊，要珍惜这个好的时光，是不是？咱们那个不一定啊，说哪天都在，说。咱不一对，对定呀，说啊，对呀，你说的对，咱不一定每天都在，知道不？咱人在全的时候啊，就是说的，经常就是说聚一聚也可以啊。岁数大了能有啥事儿啊？是吧？一天除了玩就是玩呗，能有啥这事帮人儿总回来，总啊？回也来，不上回班来。了，也不上班了，咱们就是一天呢，怎么开心怎么活呗，对不对？对，谁说也没用啊，就怎么开心怎么活，跟我是吧？上边的，我哥、我姐他们都退休了，我两个姐，那你上班呢？现在哦，我退休了。对呀，60多岁应该的，但是你这个状态呀，那不像说退休的人呢。我退休10多年了。把退休10多年了，我瞅你也不像那个退休的人呢。挺精哎，神，不像退休的。挺有点那个，有点还不像老人啊。76多60多岁呢，就算是老人，但是你瞅你不像。
俺家外孙女，俺家外孙女都考高中了，今哎年呦，上高中。啊，外孙女啊，哎，那你家就是女孩啊？嗯，就一个女孩啊？啊对，啊，那你我看着你也是个城市之人呢，城市里的人呢。嗯，啊，要农村对，的，你这大岁数不可能要一个女孩啊，那侄子对，那个侄子最少得俩呀，前一个就你这个年纪那时候啊，必须得要俩，是不是？那时候上班儿抚养，啊，那时候上没班有，啊，就没有时嗯。间去那个生孩子。不是，有人去带，人家单位不让生。啊，单位不让生啊、哦？单嗯，位咋单管位大不能事要，呢？那这事儿他单也位管呢、哦？这以不是？前的时候别人要啊。哦，嗯，欢迎清风啊，欢迎人无完人呐、啊！妈，这咋还有个小？这咋？我女儿快到40了，我女儿都30多了。哎妈！我这嘎达啊，瞅着啊，大姐啊，这我这是那啥，哎妈，大啊，那老铁们呐，我对面啊，我种的菜嘛，菜底下有青蛙，有青蛙那天呢哈，等我刷完锅了，就做完菜刷完锅了，砰掉里头了，我就听嘎吱一下子，就是锅还有热呢，我直接扑通一下我就啊撇出来，这青蛙又来瞅我来了，这个青蛙又来瞅我来了，是不是？又跑了啊！这青蛙又来了啊！这青蛙又来了，欢迎那个千金大小姐啊！你也不是一个女儿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我也是一个闺女，但是我是啥年代，她是啥年代呀？她比我大20多年呢，是不是？她都是60多岁了嘛，好吧，咱们凑点火呀，让她快点迅速的成长啊！咱们凑点火，让他迅速的成长啊！哎，咱们把锅烧热啊，油还没有热啊，啊，油还没有热呀，我这不凑火呢吗？这现在你听能听到动静，豆干叭叭叭叭啦叭啦响，是不是？那个咱们的再连一个美女啊，再连一个美女啊，欢迎那个定气神啊，欢迎啊定气神闲的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咱们再连一个美女吧，再连一个美女，她就那啥了啊，就这个过热，我也去那个什么啊，专心的去把这个油啊烧热啊，是不我是？怎么突然间想笑？是因为我可爱你才想笑。Hello，Hello，hello, 你好。嗯，Hello 啊，那个二奎是农村的，二奎是那个辽宁沈阳辽中啊，那个东北这嘎达啊，二奎是那个 YY 这个里的。那个农村的户外美食主播啊，今天分享的美食啊是那个大葱炒肉啊，大葱炒肉啊，再来一个炸蘑菇啊，哎呀妈，再来一个炸蘑菇，老铁啊，有喜欢那个二奎的啊，有喜欢二奎的，点关注啊，欢迎上咱们就，上签，哎。别的真的是没办法，我榜太低了。啊，走进二奎直播间呢，咱们那个手机啊，手机有电的哈，就帮二奎啊刷。哎呀妈，那手机没电了，这是啊咋的？手机没电了咋还就挂了？今天怎么遇到什么人了啊？咱们那个看着没？欢迎友军，早上好，你来哎，追。早上好啊！那个欢迎的对面的美女啊，挺嘚儿啊你！啊，我这是第二次连到你了，你在那和面吗？我没和面啊，这个不是面啊，这个是这是啥？海蘑菇啊，海蘑菇啊，哦。海蘑菇啊，咱们那个给它那个什么啊，咱们那个就给它这个炸一下啊，咱们那个瞅着，我去来点水啊，看着没？咱们那个看着没？咱这个已经大点玉米淀粉了，咱们给它淋点水啊，咱们给它淋点水啊。欢迎大牛，早上好。哎，有喜欢做的啊，有喜欢做的，咱们呢，哎，有喜欢做的啊，我崩锅里去了，崩锅里去了啊。这个，
不知道他在干嘛。我这是第二次连他，我记得上个月的时候都连哎，过他一咱们那个淋点水他就了啊！是在咱们这感里谢啊，感谢啊，做的，感谢那个木兰花不是到在做到的。家。哎，看着没？哎，咱们那个淋的已经搞点那个玉米淀粉了啊。咱们那个看着没？咱们那个点点水上啊，就为了让它沾那个淀粉。欢迎游客。哎，好嘞，好嘞啊。看不掉。这么每位好朋友啊，能来到二奎的直播间，哎，有喜欢二奎的啊，有喜欢二奎的，你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。谢谢一林金的西瓜冰。哎，然后啊，我们那个啊，我们那个就是那啥了啊，我们就过一过，我们就过一过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有喜欢二奎的，点点关注啊，咱们有喜欢二奎的，点点关注啊。蓝蓝的天上白云飘。谢谢游客，谢谢游客的荣誉票啊！欢迎千金大小姐啊！感谢感谢啊！感谢咱们的亲爱的们。然后啊，我看一看啊，我试一试啊，试一下。哎，可以了，行了啊，这个可以下锅了，但是下锅的时候千万他每次跟他连的时候，他都是在自己在那里嘟囔嘟囔。感谢千金大小姐送来的香。别走呀，你干嘛要走？还没上来呢，你就走啊？陪主播多聊一会儿呗，时间很漫长。漫长人生路，嘿嘿嘿。欢迎那个，欢迎大家的母牛老虎啊，欢迎大小姐，感谢千金大小姐对二虎的支持，感谢感谢。那个老铁啊，没毛病啊，老铁没毛病啊。谢谢游客，谢谢。啊，欢迎啊，欢迎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奎直播间啊。今天的炸蘑菇啊，今天炸蘑菇啊，炸蘑菇带来一个大葱炒肉啊，是不是？大葱炒肉、啊。谢谢游客大哥。这个肉啊，已经那个要喂好了，里面放点葱啊，里面放点十来香啊，放点十来香，放点料酒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咱们俩就开始哇塞哇塞一哇塞的啊啊！欢迎那个美味好朋友啊，欢迎那个美味好朋友来到二奎直播间啊，有喜欢二奎的啊。哎，有喜欢二奎的啊，咱们那个下锅了，咱们下锅了啊，哎，咱们下锅了啊，看着没啊？咱们那个下锅了啊，哎，来吧来吧，走你们的菜，你们的菜，你们的菜，哎，下锅了下锅了啊，老铁啊，下锅了啊，哎，哎嗨嗨，你们的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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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哈哈。啊，欢迎老铁，欢迎老铁啊，走进二奎直播间啊。看着没，真的粉面就不要了啊，真的粉面就不要了啊。啊，欢迎那个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奎直播间啊。有喜欢二奎的啊，有喜欢二奎的，你点点关注啊，咱们点点关注啊。哎，看着没？不要动啊！不要动啊，老铁们啊！不要动啊！千万不要动啊！哎，不要糊弄其他，不要糊弄啊！哎，让它定型之后才可以翻转啊，是不是？欢迎那个每位好朋友啊！欢迎那个每位好朋友来到二奎直播间，有喜欢啊，谢谢我游客大哥送的炸多久啊？谢谢，炸至那个金黄捞出啊！看看眼力啊，看眼力啊，是不是？就是刚下锅呀，咱们呢挺那个30秒就可以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挺个30秒就可以啊，咱还不能动啊，你看什么？吸氧吸氧啊，咱们还不能动啊，是不是？咱们不能动啊。哎呀，我这个火呀，它得旺点啊，不旺点不行啊，啊旺旺旺旺旺旺旺。哎，让这火旺点啊，老铁啊。啊，等它定型之后，咱们再捞出啊。定型之后啊，啊，二回的洗洗手呀，二回洗洗手呀，二回洗洗手呀，这手里定那个面粉啊，
啊，就面粉的啊，欢迎那个老铁，欢迎老铁，手机啊，回手机啊。哎，对，欢迎那个老铁，手机二回，对不对？我喜欢二回的，点点关注啊。哎，有喜欢二回，点点关注啊。还不能啊，还不能那个什么啊？咱们那个油必须得油温呐，油温必须得热啊！妈，吓死我了啊，吓死我了，有点失误了啊，老铁有点失误了，吓死我了啊！咱们不要动啊！啊，咱们抽点爆米花得了，咱们抽点爆米花得了，咱们家这个火呀迅速飙升啊！咱们抽点爆米花的啊，咱们抽点东北的大爆米花的啊！欢迎老铁啊，欢迎老铁啊！走进二回直播间，有喜欢二回的点点关注啊！哎，咱们抽点爆米花的啊！欢迎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回直播间啊！有喜欢二回的啊，点点关注啊！咱们点点关注啊，咱们点关注不迷路啊！主播在底下告诉我，那个对面的美女啊，那个是啥类型的主播呀？我没有什么类型，我无所谓。啊，我是农村的户外啊，咱们呢可以不可以呀？关注一下呀，互相关注一下呀，可以吗？可以呀，来吧，关注呀，来互关一下，互关一下的。你也做任务。啊，点完了，点完了啊！砸多久啊？砸多久啊？看看眼力啊，看眼力啊！哎，欢迎这个老铁，欢迎老铁，走进二回直播间啊！哎，咱们这个用快乐给他打赏啊，用快乐给他打赏啊，老铁啊！哎，锅热，锅上来热气儿了啊，锅上来热气儿了啊，是不是？咱们俩继续啊，继续升温啊，把这个啊，继续升温呢，老铁啊！继续升温啊，老铁啊！那个二回可能下锅里啊，下的多了啊，二回把这个下多了啊，锅里下多了啊。欢迎那个每位好朋友啊，欢迎那个每位好朋友来到二回直播间啊，有喜欢二回的点关注，哎。哎，咱们那个用那个筷子，咱们打赏也可以啊，哎。用这筷子打赏，哎，这个因为呢，这个油温呢，必须得把油啊烧冒烟才能往里下啊，是不是？否则呀，它不那什么啊，不定型啊，是不是？多亏我这油啊是熟油啊，是不是？多亏二回的油啊是熟油啊，哎，欢迎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回直播间，有喜欢二回的点关注啊，咱们点关注啊。哎，这大火凑着啊，太嘚儿了啊！哎来来来来来来来！月亮呀，还是那个月亮。星星呀，还是那朵。欢迎清风啊，欢迎那个魔女啊，豆鹏啊，欢迎那个浩宇啊，啊，欢迎春天呐、啊，春天马上啊要来了啊。
啦哩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啦哩啦。哎，把它扎入精华，老铁啊，咱们把它扎入精华啊。继续啊，继续凑合啊，继续凑合啊，苞米杆走起啊，苞米杆走起啊，苞米杆子走起啊。咱们苞米杆子走起啊。啊，那个二奎打个屁呀、啊，打啥呀，打呀，二奎唱首歌啊，唱啥歌啊？千金大小姐呀、啊，二奎呀、啊，加二奎唱啥歌啊？哎妈，这手机咋还没电了？唱啥歌呀、啊？啊，这我得把这个蘑菇扎完了呀，老铁呀、啊，要不扎糊了啊。哎，咱先把这个蘑菇扎熟了啊！欢迎老铁啊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回直播间啊！有喜欢二回的，点点关注啊！啊，马上要加，马上要金黄酥脆了，马上要金黄酥脆了啊！哎，老铁们，马上要金黄酥脆了，老铁啊！那个老铁，这个面啊，这个挂的面裤啊，应该是大了啊！啦啦滴啦啦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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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哎，把它杵一下，把它杵一下啊！马上啊，马上就出锅了，马上就要出锅了，东西啊！老铁，马上就要出锅了啊！看吧，金黄酥脆啊，金黄酥脆啊！哎，咱是要金黄了，就捞出啊！挺哇塞啊，该说不说，挺哇塞啊，哎，挺哇塞，挺哇塞啊！欢迎那个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奎的直播间。啊，清唱啊，清唱啥呀？大姑娘美了美了，大姑娘郎，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。那个千金呐、啊，大小姐，欢迎你来到二奎直播间，祝你哎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，祝你天天有个好运气，恭喜发财发大财，走鸿运，做买卖财源广进，走仕途一路高升，祝你一家人呐、啊、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，一顺百顺万万顺呐、啊，年年年年都能啊发大财，发大财。祝我的千金大小姐能在百忙之中来到二回直播间，感谢支持。哎呀，六六六啊，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咱们把它捞出来啊，咱们把它捞出来啊。这个盆里这个擦干水分啊。哎呀妈啊，是不是又糊了？是不是？是不是糊了？哎呀妈，是不是糊了？
哎，欢迎老铁，欢迎老铁！哎，走进二奎直播间啊，有喜欢二奎的点关注啊，咱们点关注啊。哎，这油啊真清凉，这油啊真清凉。哎，咱们那个把这个啊，养点那个，养点这个啊。妈，这油啊，油烧嘎巴了啊！哎，养点这个辣椒面啊，养点辣椒面啊！哎，然后啊，然后啊，哎。然后啊，然后那个咱们那个喜欢那个啊紫芽的养点紫芽啊，哎，养点紫芽啊，妈呀！哎，喜欢，妈，小锅上，哎，养点上了，哎，养点辣椒面啊，咱们养点辣椒面啊，哎。那个我那个烧烤，我那个烧烤料呢？哎，这养点那个烧烤料啊，这咱们要养点烧烤料啊。哎，哟，挺嘚儿啊。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咱们那个给它搅拌均匀啊，咱们把它搅拌均匀啊，咱们取个盘儿去啊，咱们取个盘儿去啊，咱们取个盘儿去，老铁啊，咱们用那个深盘，咱用那个深盘吧，咱把那个哎擦干水分，这盘子有水分不行啊，是不是？盘子有水分不行啊，哎，咱们擦干水分啊，咱们那个把这个啊搞在上面啊，炸蘑菇啊，炸蘑菇啊，稀碎稀碎的啊，哎呀妈，稀碎稀碎的啊，它咋这么脆呀、啊？它咋这么脆啊？啊，欢迎那个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奎直播间啊！有喜欢二奎的点点关注。然后啊，然后那个撒点小葱花啊，撒点小葱花，撒点那个小葱花，老铁啊！哎，看到没？这个菜完成啊，这个菜完成了啊！那个炸蘑菇啊，炸蘑菇啊，老铁啊，炸蘑菇啊，吃一下啊，嗯，太香了，那，哇、哦，老铁啊，这个花生米啊，搞那啥了，搞冰箱里的啊，回生了啊，这个苞米那个回生了啊。咱们给它重新炸一下啊！哎，重新炸一下啊！哎，咱们搞这油锅里炸一下啊，是不是？挺嘚儿啊，挺嘚儿的。二奎挺会想招啊，是不是？二奎还挺会想招的呢，是不是？欢迎那个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奎直播间啊！可以不，老铁？
啊，来来，等一下，这个啊，这个烫爪子，那个嘎嘎脆啊，你瞅着啊，二回呀、啊，没想到啊，还做的挺成功啊，二回做的挺成功啊，老铁啊，炸蘑菇啊，炸蘑菇啊，啊。非常简单，非常简单啊！嗯，非常简单啊！好嘞，怎么把这个花生米啊捞熟啊？哎，咱们把这个花生米啊已经捞出来，哎呀，炸的透红透红的，炸的透红透红的啊。那个二回呀、啊，把这个油啊，把这个油掏出来啊。二回呀、啊，把这油掏出来，老铁啊。哎呀，二回呢，把这油掏出来呀，哈啊。哎，把这油掏出来啊！欢迎那个老铁啊，油不能用了吧？能用，还能炒菜啊，还能炒菜啊，能扔了吗？这油能扔了吗？车门车辆能扔了吗？不可能扔的啊，不可能扔的啊，老铁啊，啥拍卖啥家庭啊，能扔了我？啥家庭啊，能把油扔了我？啊，欢迎那个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回直播间。有喜欢二回的，点关注啊！哎，咱们那个啊，把这油啊放在一边啊，咱把这油放在一边，老铁啊。咱把这个油放在一边呀，咱们添点水啊，刷刷锅啊，咱们添点水刷刷锅啊，哎，咱们添点水刷刷锅啊，欢迎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回直播间啊，哎，咱们洗一洗啊。啊啦哒嘞，啊哩哒啦哒的，啊啦哒的。哎，咱们把这个锅刷一刷啊，咱们把这个锅刷一刷啊，老铁啊，啊，用那个来炒菜，味道也不好了吧？炒菜也行，没事儿，不是那个浑浊的那个油都没事啊。炸几回这个没事啊，都可以吃，都可以吃。没多大事儿，没多大事儿啊，只不过是那个啥，是稍微有点那个有点味儿，就是炸啥东西啥味儿呗，对不对？来，咱们再添点水啊，把锅刷干净了啊。Thank you.
起锅烧水啊，起锅烧油啊。咱们起锅烧油啊，欢迎老铁啊，走进二奎直播间啊。哎，咱们那个切点姜。哎，咱们凑合，出点姜啊，咱们出点姜啊，老铁啊。哎，咱们那个切点姜啊，咱们切点姜。欢迎牛山弟啊，来到二奎直播间，有喜欢二奎的，哎，咱们把这个姜切点啊，咱把这个姜切点，老铁啊。啊，咱们把它切成条啊。妈，手剁了，肉皮撸下来，肉皮撸下来了，妈，手剁了，老铁啊，肉皮捞出来了啊。那个，咱们这个拍点蒜啊，咱们拍点蒜啊。那个老铁啊，离手机太远了，看不着屏了啊。稍等一下啊，稍等片刻啊。咱们稍等片刻。葱姜蒜啊，哎妈！崩跑了啊，崩跑了，崩这个锅台上来了，崩锅台上来了，老铁。哎，好了啊，咱那个起锅烧油啊，哎，咱们起锅烧油啊，啊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奎直播间了，着没着啊火呀？啊，着了，一吹它就着啊。那个欢迎那个走进啊，又不是地沟油，又不是地沟油，对不对？不用了吧，是不是？啊，欢迎那个一笔画啊，用来炒菜味道也不好了，是不是？那肯定是有点不好了，是不是？应该有点外味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有喜欢二奎的啊，咱们点关注啊。哎，咱们起锅啊，起锅烧油啊。哎，东北的大锅啊，东北的大锅呀，做美食啊。啊，有喜欢二奎的啊，你点点关注啊，咱们点点关注啊，点关注不迷路啊，主播带你上高速啊啊！感谢一直以来的对二奎的支持啊和你守候啊。那个啥啊，咱们起锅烧油了啊，来点油，来点豆油啊，老铁啊，来点豆油啊。来点豆油，哎，来点多点多来点油，哎，十三香啊，是吧？料酒，搞完了啊，搞点味极鲜啊，来点味极鲜，来点那个蚝油，来点那个生抽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就完事了啊。欢迎那个每位好朋友啊，欢迎那个每位好朋友，来吧，这个直播间啊。哎，咱们呢继续啊，继续凑火呀。欢迎那个走进二奎直播间，有喜欢二奎的，再点点关注啊。把这火凑的旺旺的啊，把这个火呀凑的旺旺的啊，老铁啊，有喜欢二奎的啊，有点关注啊。下面咱们呢，先把这个肉下在锅里啊，咱们先把这个肉啊下在锅里啊，是不是？啊，铁锅了啊！哎，咱们先把这个肉啊下来的啊，扒拉啊！哎，咱们把这个肉啊，哎，咱们把肉扒拉啊！哎，咱们把肉扒拉，欢迎老铁啊！
走进二奎直播间的，有喜欢二奎的，再点点关注啊。有喜欢二奎的，点关注。或者大牛啊，不喜欢二奎的，点关注啊。不喜欢二奎的啊，点关注啊。喜欢二奎的就别点关注啊。哎，搞点鸡蛋和点啊，搞鸡蛋和点啊，它这个那个肉啊，肉质啊更软啊，更软啊，是不是？包上一层果果啊，是不是？咱把这肉啊，炒熟了啊，炒熟了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有喜欢二奎的啊，你点点关注啊！有喜欢二奎的，点关注啊！看这小肉啊，看这小肉白不白？是不是？哎，它叫不糊锅啊，不糊锅啊！哎，欢迎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奎直播间，有喜欢二奎的啊！炖一炖啊，炖一炖啊，咱们把它炖一炖啊，放点那个水里头，咱们给它炖一炖啊，大点火凑着啊，这个肉块有点大啊，哎，少放点水啊，咱们给它那个炖一下啊，把这个收拾汤汁啊，咱们给它炖一下，哎呀妈，这小肉啊。太嘚了，太嘚了啊！二奎也挺会琢磨呀。欢迎这个小流氓啊，欢迎小流氓啊！啊，欢迎这个走进二奎直播间，有喜欢二奎的点关注啊。那个老铁呀、啊，咱们这个直播间那个老铁啊，有喜欢二奎的点关注啊，咱们点哎，点关注不迷路啊，主播带你。欢迎注水。哎呀，欢迎美女呀、啊，欢迎美女呀、啊，能来到二奎的直播间。那个咱家的千金大小姐被报上半句啊，那个二奎是辽宁沈阳辽中的啊，那个是农村的户外美食主播啊，对面的美女啊是何方人士啊，金色的麦序啊，麦序、啊。你们老乡东北人也是。啊，你也是东北的，你是黑龙江的。我朝阳的，辽宁的。辽宁哪的？朝阳。朝阳啊、哦。对。好了，这小肉肉啊，没比例了啊，这小肉肉没比例了啊。啊，欢迎这个老铁，欢迎老铁啊。炒瓜子呢？妈呀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啥呀啥呀，你能咋能瞅出瓜子出来呢啊，那啥玩意儿啊，我看看肉啊，然后啊咱们的啊，那个哎，放点鸡精啊，食材先生咋的，食材香咱也放点啊，刚才啊放点啊，因为有大葱啊，哎，咱们放点食材香啊，哎，放点蚝油啊，哎，有喜欢二奎的啊，你点关注啊，哎，点关注不迷路啊，主播带你上高速啊，哎，蚝油来一下啊，哎呀，哎，来点生抽，啊，给它搞糊涂啊，哎，来点生抽啊！哎，有喜欢二奎的啊，点关注啊！哎，哎，有喜欢二奎的，点关注啊！欢迎清风。哎，欢迎老铁，走进二奎直播间，有喜欢二奎的，这关注。哎，上火了啊！我去取个大盘去吧啊，老铁啊，稍等啊。
哎，大盘来了啊！大盘来了，马上收针啊！马上收针了啊！欢迎这个美味好朋友啊！欢迎这个美味好朋友来到二奎这，哎，这火俩还灭了呀？哎，好吧，好。欢迎然老后虎。啊，我们呢，我那个把这个大葱啊，葱姜蒜啊，看看那个为了那什么切的葱姜啊，葱姜蒜啊，哎，然后啊，我们把这个咔嚓一下子啊，倒里头啊，大葱倒里头啊，哎。咱们这个开始啊，搅拌啊，开始搅拌啊，开始搅拌喽！哇靠啊！哎呀，哎呦我操！哎呀，太嘚儿了吧啊！你也太嘚儿了吧啊！欢迎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奎直播间啊！有喜欢二奎的，对，来点关注啊！咱们点关注，哎。哎，咱们点关注，不迷路啊！怎么带你上高速啊？哎呀，咱把这个葱啊炒入断生就可以啊，生的都可以吃，别说熟的了啊！感谢的啊，小东河关注主播，哎，哎呀，好菜啊，太嘚儿了吧？怎样二奎这么嘚儿啊？啊，老铁。咱们成都啊，咱们成都来了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哇塞哇塞，有哇塞呀！谢谢我家天才评论。谁说话的？欢迎老铁，欢迎老铁走进二哥直播间啊！来成都啊，成都了啊！哎，小肉肉啊，这属于葱包肉啊，葱包肉啊，这小肉啊，哎呦我的天呐啊，这小肉啊太嘚儿了吧，哎呦我的天呐，这是二奎的手艺啊，逐步的见长啊，是不是？哎呦我的小肉肉啊，我的小肉肉啊，我的小乖乖，哎呀妈，这牌面啊，该说不说，这牌面啊，整的杠杠的啊，整的杠杠的啊。妈，这菜呀，完不得吃二斤大米呀啊！这菜不得吃二斤大米呀，啊，老铁，啊，老铁，哎，哎，哎呀，坏了个老铁，坏老铁，走进二奎直播间，哎，老铁，看着没？大葱炒肉啊，大葱炒肉啊，太嘚儿了吧，太嘚儿了吧啊！一天天的啊，二奎就琢磨吃啊，二奎就琢磨吃啊，你那么哎，吃，嘚儿呀！你不吃的不胖呢？哎呦我的天呐啊！老铁啊，你还真能扒下，有宝宝了。我这还不算是胖啊美女啊，那个对面的美女啊，能喜欢二奎不？喜欢二奎，咱们互关一下可以吗？关啥？不关呢？关啥给你啊？那不关就不关吧，没问题啊。欢迎走进二奎直播间啊。我是跟你客气客气，你还真来真的哈，是不是啊，美女啊？还关啥？我能关啥？我能关门啊？我还能关啥？这一天天，啊啦咚啦个咚，啊啦个咚咚咚，咱那个把这个锅啊刷干净之后啊，完留着备用啊，留着备用。他这个锅呀，必须得刷干啊，刷干净。完事儿，他这个锅里呀有余火，那个把这个锅呀烤干之后啊，它就干饭啊。如果说锅里有水的话，这个锅呀就生锈啊，因为铁锅嘛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
咱们把它刷干净之后啊，放着呀，待会儿它就干了啊。这个锅呀，就不带生锈的啊。就是自己家这个，不管是农村还是市里的啊，就是不喜欢那个碗菜刷锅的啊，就是不好了，看到没？这待会儿啊，它就干了啊。这它待会儿啊，它就干了啊，老铁啊。这待会儿它就干，锅就干了啊。啊，欢迎这个大佛，嘎嘎嘎吱嘎吱的啊！欢迎老铁，欢迎老铁啊！哎呀，走进二奎直播间啊，有喜欢二奎的啊，你就点点关注啊，点点关注，不迷路啊！啊，这把二奎累的啊，这把孩子累的，是不是？一天天的，不要不要的啊，这把孩子累的。哎呀，这把孩儿累的。啊，咱们那个把这桌子上啊先擦一擦啊，先擦一擦啊，然后啊我们那个开始吃饭啊，来开始吃饭啊，欢迎那个每位好朋友啊，欢迎那个每位好朋友来到二奎直播间啊，有喜欢二奎的啊，有喜欢二奎的的点点关注啊，含蓄啊含蓄啊，继续啊继续四个菜啊，什么挺有排面啊哈，老铁挺有排面啊，二奎也吃上四个菜了啊。欢迎大师兄啊，欢迎亮亮啊，欢迎那个亮亮被爆出来，欢迎票据啊，有喜欢二奎的点点关注啊，点点关注啊，怎么点点关注不迷路啊，怎么带你上高速啊，感谢支持，感谢支持啊，蓝蓝的天上啊，数不到的星星啊，星星的月亮看见了月亮，啦啦啦啦啦哩啦哩啦哩，思念亲人和朋友，让寒月来挥挥手。为什么毛花老头，我二回啊去取饭去啊，叙述啊叙述回来，那是我从小的地方，来你哎哈你来点点关注啊，咱们点点关注啊，关注主播不迷路啊，主播带你上高速啊，感谢你支持，感谢你守候啊，来饭碗拿来了，我去把这个充电器取来啊，走进了 YY 世界啊，来到二奎的直播间啊，是不是？走进二奎直播间的啊，浪漫情怀我哥哥，感谢你对二奎的支持，你守候啊，我说啊，来这边的东北大葱嘛啊，东北大葱嘛啊，喜欢啊，喜欢那个二奎啊，你就点点关注吧，咱们点点关注不容易啊。咱们那个来，点燃一根烟呐啊！喜欢二奎，你点点关注啊！喜欢二奎，点点关注啊！点关注不迷路啊！主播带你上高速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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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
我的中国心，黄河长长，黄河长长，你永在我心中流淌。哎，欢迎老铁，欢迎老铁，那么那个一惊一乍的啊，是不是有团啊？哎，不一惊一乍的，你们老铁们都睡着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大葱啊，大葱啊啊。大葱炒肉肉啊，啊，妈呀，这个蘑菇还留一根啊，哈哈哈哈，这蘑菇落一根啊，啊，啊。老铁们，特别的酥啊！啊，花生米也特别的酥啊！倒点矿泉水啊，妈，太嘚了。无聊人生啊，换那个小子有点傻呀，傻了吧唧的好啊，没心没肺的好呢，是不是？欢迎那个随缘啊，小子有点傻，哈哈哈哈。嗯，咱们来点大葱吃点肉啊。老姐们呢，就是这个大葱啊，大葱这个生吃为啥辣，熟吃为啥甜呢？嗯，小鱼呢？老姐，小鱼呢？小鱼都是哪年的事儿了啊？快半年了。嗯，小鱼都快半年了啊，有团啊，欢迎继续啊，那个都去老伙家了，是不是啊？去老伙家，那个待会儿再回来。太棒了啊！欢迎李玲啊，连章鱼啊，
镰刀鱼啊。那、喂，啊，还有一个点呢，7:30，还有一个点，啊，好嘞。那欢迎老姐，欢迎老姐。那炸的蘑菇啊，特别的香啊，老姐啊，妈妈。嗯，挂裤子啊，不能挂太多，太多都是粘连的啊，是不是老铁？扒着不开的。那个谁打的电话呀？那个朋友，好久不见，现实啊。嗯。咱们再来点饭啊，那个靓仔不是二嫂，二嫂从来不给二嫂从来不给二奎打电话啊，二奎在你二嫂家真没啥台面。来，搞这个水饺，倒点水啊！哎，把这个热乎的大米饭啊，给它泡点水啊！哎，那它嘚呢啊！来块肉肉啊！那二嫂跟你也没感情了，有啥感情啊？欢迎大鹏啊！啊，这二嫂只是把你当做挣钱工具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你咋知道呢？啊，有团啊！你的想象力比二奎丰富啊！啊！我愿做你的拉车的牛啊！是不是？我愿做你手中的一块砖，哪里搬来哪里搬来哪里用来哪里搬啊！打点费呀，没牌面啊，自己花呗。带鱼炒啥？带鱼炖的那个冻豆腐啊，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，冻豆腐啊，冻豆腐。啊，欢迎那个暴富啊！
这个镰刀鱼啊，这个刀鱼啊，炖那个啊炖。